两方出。哇，娘，九几万。去梨园万家借牛耕田吧，顺道给咳嗽的老牛倌烧几副药去。好的，南京。咦，时光，你为啥拔这么多草呢？他刚训完小牛不久，新鲜草料补充体力。再说了，除草还能肥田呢，对吧？嗯。小天，你家放的这牛可真通人性。是的，员外说让我和辞官一起去他家放牛，抵店租，您看好不？好，你俩一起互相帮忙吧。我牛呢？辞光，辞光，怎么了，小天？完了，牛丢了，十个我都抵不上一头牛啊！辞光，大家都说你聪明，你快帮我想想办法，怎样才能找回那头牛？莫急，走吧，你去外面找找看。快点，完了，没有脚印了，这下该怎么办？我们往前继续找，走。看，那边有火光，估计牛到这边来吃新鲜的嫩草，被几个人顺走了。他们肯定是要杀牛，这下真完了。我们几个小孩子斗不过他们的。小天，你会学小牛叫吗？我今天听小牛叫，能学出来的。母牛爱子心切，听到小牛的叫声就会不顾一切的赶过来。你在这里一直学小牛叫，我回去喊人。快点摸，别磨蹭。门主下令要进贡牛肉服给沈城朱大人，误了事儿，把你们当牛杀。是师兄。打不过一个小孩拿我服气，嘀咕什么呢？没有，我说门主英明，有沈城大人做靠山，我们就不用怕地方官府了。师兄，牛也挺可怜的，要不我们还是放了他吧。师妹，你可是千屋门的弟子呀，咱干的可都是杀人放火的勾当，你还同情一头牛？抓头牛贼！哎，牛跑了，快追！抓头牛贼！牛跑了！如果真正是光，真是好样的。